现在我老了，大家知道生老病死，我说的老本身就是苦，老离的什么近呢？老离的死近了，生老病死。对，有人劝我，老法师啊，你不要再讲了，老了。我说我也讲不动了。有的人劝我，老法师啊，你尽量的弘法，反正你要死了，要死了之前嘛，多说几句。这两方面我究竟赞成哪一个的？有的道友让我赶快讲，讲死为止。有的道友劝我，你该休息了，不要再讲了。这都不是事实，事实是什么呢？是我现在这个肉体，我的肉体啊，现在不给我所用了。我的心有余，力不足，每位都是这样的。你心想做的事情做不到了，就是你的肉体不听你的心灵的指挥，告诉你呢，告诉你什么？你要消失了。在这个娑婆世界上是生灭世界，没有永久的，到消失的时候一定要消失了。你想留恋呢，办不到的。那么每位道友，你比我年轻啊，起码有的小的70岁，26、7岁的人很多，像我们这道友26岁很多，比我相差70年，听之很长，实际很短。我现在97，敢讲一晃时间，就是时间跟你的心体两个是不相应的。我问小孩的时候，念书的时候，怕一个钟头，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不耐听，很愿下课去玩，这一个钟头啊很长很长。对，那现在呢，老了总要延长时间，时间感到给自己啊很短很短，时间也没有长也没有短，以什么而建立的呢？以我们众生的心呢。然而大众在坐禅打坐的时候，你坐得很高兴，想延长，时间到了，打板了，不由你自主。我说这个意思啊，说这个世间相
都不由你心灵上能做得主的。我告诉大家一个方便的法门，随顺世间，你千万不要有个主宰，要有个主宰啊，你就苦了。这意思什么意思呢？随缘，随一切世间缘，一切你都没有痛苦，来什么缘我就受什么，遇到什么缘缘我就随什么缘缘缘，你自己接受主宰，要做主宰你就苦死了。用我们佛教的术语说，没有我见，你把我见放弃了，你什么都不苦。遇到什么随缘吧，遇到任何事随缘，你不苦。这个苦产生你自己要做主宰的，你自己要做主宰，这就苦了。那在我佛经说呢，我知我见，我最大的痛苦是我知我见，什么任何大小事把我摆在第一位，这叫我有我见，就苦了。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无我，无我你不苦，这叫随缘小就业，随着一切社会的因缘，把你过去的业呀、啊，把它消了，你寿命延长，你就不苦了。这功夫不是一天两天的，对。你要必须经过好多年的锻炼，这叫放弃了。没有我见，没有我见就断人见，而人我之见断除，无能唯有人我之见，你就解脱了。大家有这听到这么句话吗？无我无人观自在，没有我也没有人，这就放弃我见。下的半句，非空非散见如来，没有法见，若果满哪见法见除掉，没有我见，没有法见，你不就得到解脱了吗？这么出家目的达到无我无人观自在，你经常见观无我无人，自然就自在了。观自在不是指着菩萨一个名字说的，这每个人都能这样修行啊。你想观就是想，想就是思维修，你一思维修，你看见哪一法永久不变的，无论世俗世间法都在不停的运动当中，你在这运动当中你掌握不变。社会上不有一句话吗？以无不变应万变，这我们的性，我们的体性是不变的，但是我随其因缘是变的，就是随缘消业。咱们经常说万法唯心，唯心就是不变，心为万法就是随缘，随一切法的变，但是你必须得掌握，你从早到晚你这脑筋不停止活动，就在那变，你中间有个不变的，你掌握到吗？现在某学佛人从你学经开始告诉你们，习定就是不变，以不变应万变，
就是你的性体，性体不动，随缘，不动能随缘，随缘而能还归自性，这个很不容易了。你说你开始入佛门开始，当你最初师父跟你剃头那时候，你思想是什么感想？当你入了佛门，受沙弥戒乃受比丘戒，那沙弥尼戒、比丘尼戒，你受的时候，你又是什么感想？我说这感想就是思想，你自己呀、啊，要掌握自己的思想。修行就是自己掌握自己思想，这个修行啊，所以修行的行为，修理修理你的行为，还没提到你修思想，因为你修理你的行为之后，才能达到你的思想。你先把你行为修理好，口里说的，身体所做的，心里所想的，身口意善十业，身口意善的十业，你把它修理修理，把那变成善，这种修理还不够，还有善乐之见，我把善乐之见就修理修理，无我无人无众生，你能达到这个目的，你的功力就到一定程度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你才能够自在。这个修理的当中就是惯，惯就是惯想想，观自在就是惯想你想。你把这一个毛病都除掉了，你就会自在了。人骂你，骂你，责备你，恶言恶语，你能够自在了，比较是容易啊。功夫上，论功夫上，受人责备，受人侮辱，受人骂，伤害你，你能忍受，这是第一步功夫。但是翻过来赞叹你、称扬你、表扬你，这个功夫可就难了。我跟众位说，我经历，当我当小和尚时候，初当法师的时候，跟讲课呀，白对你的语言很多。你下来批评你，啊，批评你的很多。但你到了老年呐，老法师了，赞叹你的很多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对我自己说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如何思维，如何想，这就叫修行。你的思想无论赞叹也好，褒贬也好，批评也好，你能达到不动心，心不为外境所动，有功夫了。对，我现在将将有点功夫，但是又老了修不成了。对，如果最初我现在最近我在后边我自己想，假使我出家二十多岁的时候有这个想法，我现在经过七八十年的修行我成道了，可惜呀、啊、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想法了，没有这个经历，也没有这个修行，到老了才有这个思想，完了，
来不及了，因为他身体不给你了，没有时间给你这么多时间给你修行了。因为诸位很年轻，我说这话呀，来告诉你们，修行就趁着年轻时候修行，老了你修不成了，心里也散乱，身体也不行，做不了主，你想做的做不到，做不到，你的思维昏沉。我自己感觉到夫妇是瞎子，我还不昏沉，看看97岁的老人什么样子。我现在还是照常的，我80年没变，3年钟就行了。以前呢，现在啊，有了自由自在，中午可以修行，以前连这个自由没有。当你们作为年轻的时候，你很多的没有这个自由，谁限制你啊？你的烦恼，你的业障，不是外加给你的，是你自己。我们经常每位道友都会说学来的，我业障很重。你真正这样想吗？想问你自己业障很重吗？当你要做错事的时候，要生烦恼的时候，你说我业障很重，你那错事不会做了，你善根成长了。那时候没这个思想，你们有吗？我想你们没有。如果你们现在这个年龄都有这个思想，你很容易听到，一生就能听到。现在我现在有了老了，问不上了，想问不上了，这叫业不自主。你的业呀，你自己做不了主。每位道友都会体会到，你自己做不了自己主。你能够要能自己做得了自己主，你修行的功力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。因此呢，我这么年轻的道友说，你现在就下功夫啊。下什么功夫呢？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。现在咱都是奴隶，你的身为心意，你的身体就受你思想支配，你思想是主人，你的肉体是奴隶，净做错误事儿。他心不在道，还能做得了主吗？每位道友想想，第一个功夫是要自己做主人。你是什么呢？是大家每天都在学习啊，佛教授我们很多的方法，你能录上一个都好。说话心里想问题，神呢、啊、就是心里的支配，叫你怎么做怎么做，你就是怎么做怎么做。身口意三业，你能够在你身口意三业上下功夫。下什么功夫呢？做善不做恶。但是我们每位道友把这个善恶因为啊很粗俗呀，粗俗啊，都用很理解，你不理解呀、啊、很多明明是做得，你还因为做行善，这学习不够，
你起心动念在那地方开始，不是发于口，发于心身体，这已经第二步了，已经晚了。就在最初开始的时候，功夫要在那地方下手。只不过这个很难啊，不过大家渐渐学吧，渐渐学吧。学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知道不？现在目很多道友在这做佛学呢，你学的目的什么呢？就是要学知道你的行为啊，你的心，自己的心，指导自己的行为，口绝不说伤害别人的话。我总说啊，身不做伤害别人的事儿，心里想的这是利益别人，身口也三业，你常是保持这样的，你就是大菩萨了。最初是做不到的，你渐渐向这个方向走，等你做到了，你的十三业就清净了。对，都不做那了，最终也不是你勉强的所能做到，自然的。我举个例说，大家在图书室坐，明天早晨从早晨起来，早晨是三点多钟起床，到那晚上睡眠，你回顾一下你的这一天里，身体所做的，口里所说的，心里所想的，善业多，恶业非常少。在意念上呢，机会有一二错误意念，你没什么错误。如果你离开普世寺，你单住，不是你还俗，你做小庙，那就差天壤之别了。我自己跟我自己想，我自己假使我住这寺庙的讲经，跟我到外边住到居士社会上去跟这讲经，大有很大的差别，完全不同。你心里头放疑的地方很多，在寺庙里头，大众生的加持力，大众生的加持力，你智慧是增长的呀，智慧是增长的。但你讲经说法都不同，都有菩萨加持力。我每位诸位法师，将来你讲经说法，你靠自力，就是自己的智慧力量是不行的呀，那是佛菩萨加持力呀。有些你讲回来，讲完经下来话，你回想，我自己没这个想法，为什么在座上这样说，你就知道佛不住佛菩萨加持力。和每位修行道友，你都要感到慢中有一种祝福加持力。刚说最简单的例子结束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在五台山接受一些众生，他接一天送八百，凡是超五台山的，不论小孩大人，他加持你到一千里地去接你去，你走时送你八百。众生感觉到吗？众生感觉不到，但是佛菩萨就是如是加持力。那就是对那个接引上山的，不光在五台山这些学习，作为文殊师利菩萨亲子，你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亲生的儿子，知道吗？到文殊菩萨加持你的力量，有些的道友或者有感觉，
有些道一点感觉没有，没有报恩心呐、啊。菩萨加持他，他还不知道。你能够在五台山耐心修道，成就得快，成就得快。人家想上五台山，朝五台山，千辛万苦都来不到，想住在山里头，都感到文殊菩萨难呐，感到什么呢？我希望我作为道友，我在五台山住，都要感菩萨的恩德，随时天天都念文殊菩萨的菩萨在加持我，我的身心平安。在家人来朝一次五台山，可以七次不是人身来朝一次五台山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在这山里住着，跟文殊菩萨菩萨学，那该果报该如何呢？我想大家体会得到啊，念念要报文殊师利菩萨恩啊，求大家吉祥。